农历春节期间，民众餐餐大鱼大肉，就怕身体曲线全跑掉。健身教练特别打造出在家坐着、站着就能简单动一动的八分钟甩肉操。这些动作呢，好像很简单。现在我们就来自己做做看。先把手举起来成90度，那肩膀不要松下，好，加，打开，对，肩膀不要松下哦。首先，简单的夹胸运动，得将手臂弯曲成直角90度，切记千万不能耸肩。接着这个动作则是能消除白白袖，拿着装有水的保特瓶，只动前臂，上臂不动，每做40秒，休息20秒，当成一个回合。慢慢伸直，去感觉肌肉出力。那一样，我们今天一只手就是20秒，20秒，两只手之后休息20秒。上半身动完换下半身，这个抬腿动作首先得坐挺，然后扶好把手，收肚子，将膝盖往肚子抬，切记脚可不能碰到地板。最后深蹲则是要注意膝盖不能超过脚尖。除了肌肉训练外，还有伸展运动，无论是方程激战，又或是刚吃饱肚子胀胀的，都能伸展一下。会胀胀的，那我们就把慢慢双手举起来向上面举，然后把手慢慢往后拉，头看上面，感觉肚子拉长拉开的感觉。跟着教练先将双手打开往旁边伸展，接着再往上伸展，往前伸展，最后还可以利用身体加压压压腿，消除久坐的不适。四个动作简单训练肌肉，再加上四个伸展动作，短短八分钟就能至少消除300卡的热量，轻松利用八分钟甩肉操，让您年假吃美食也不用怕肥油上身。记者陈晨怡、张信高雄报道。